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中风啊，是小中风了。那时候身体比较不好，我就没有去捡了。哎，好了，我还是会去捡的。那时候我因为看大爱台，知道他也帮忙人家，看到张燕子师姐哈做回收啊，啊，我就说我有空我也来做回收好了，我就很努力的去捡回收啊。我喜欢啊，给上人啊，做好事啊，家里的人都有赞成我，附近邻居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做回收了，他就会拿过来给我。我做瓷器15年，一直在捡回收会了，做得非常认真。我有参与亲子成长班、仁义会、医疗志工，我都有参与。好，因为现在身体不好，比较没有参加实习活动。啊，我们两个是一起受证的啊。他很厉害，他一星期就是收了回收一台车的量，然后就是我会陪他一起去捡回收。我希望师姐你身体好，早日恢复健康，然后继续做慈济，继续做环保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我们一起做哈。好。我觉得我做慈济救人，让我心情很好了，做好事啊，很快乐啊。